大家好，这里是刘二姐美食。今天去超市花了1块钱买了一把韭菜，韭菜营养丰富，味道芳香，所以常吃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。今天我们用韭菜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外焦里嫩，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。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把买回来的韭菜先给它摘洗干净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一定要把韭菜表面的水分给它完全控干。韭菜控干水分之后，然后我们给它改一下刀，把韭菜的白去掉不要。刷均匀之后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给它烙个2分钟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在它的底部给它煎至金黄。